我是 UP 主雪碧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期女巫排位视频。这局一开始遇到空军和律师是最好抓的，看缘分吧，能不能遇到。空军可以，这里他肯定要吃一刀，肯定会吃一刀的。空军，这里不要踩板，防止那个空军走掉，先把扫信徒拉过来。我这堵的有点问题啊，空军跑了，我们现在只要死追着空军就可以了。虽然空军还有一把枪，反正现在只要死追空军，这把应该还是有赢的机会。追。这里空军还不交枪，佣兵在这边，直接给他一刀，砍位置了，迅速砍他一刀。那你约他会救的，是吧？真是，这空军有点贪呐，还不缴枪。先去追空军。只有两台机了，这边也有人在点，好，只有一台机了，总是这么卡，好卡。别挂影子，木屋那边已经可以说已经是压好了，直接去那里交一个市场，这局他们就崩了。
我们本体就只要守在这里可以了。不要打祭祖，这时候直接打这个律师，追律师打，不要打佣兵。不踩板的，这时候也不要打佣兵，这时候不要打佣兵，打佣兵就守不了这个律师了。先知来了，不叫你，还不叫你，真牛逼！空就应该是在这里。空军打了个人设。律师被挂过了，直接挂上。把空军挂死。三号信徒去防一下先知。现在他应该会叫娘，叫娘也没用了，自己也叫了，只要专心追佣兵了。这里我想看一下佣兵往哪边走，往这边走就直接追上去。佣兵也放弃挣扎了，这局就赢了。
就打出了第一。